说到来贷款，受到方面影响，中央气象局针对十五个县市发出豪雨、大雨的特报，河滨地区嘛传出灾情，尤其是伫个中草路三段466巷，这排水沟的水消退袂离满到路边去，这水是来淹到脚后都遮尼高，公所嘛来紧急油漆封锁线，禁止人车进入，避免发生危险。上强的春雨降落来台湾，受到方面影响，河滨一透早就落起大雨，雨水亲像是用倒的同款，又搁急又搁大，雨水下袂离，又搁再加上大流的关系，水又搁灌倒来，造成真侪所在传出淹水灾情。其中上严重的是中草路三段466巷，排水沟外水淹过路边，最高度差不多是脚后肚的位置。大概30几年啊，无再悬啦，30-40年啊，不悬啦。今年特别悬啦。今年水用要涨了。啊，和美镇的最南边哈。啊，南店里啊，这个水沟呢，啊，甲农田呢，拢已经吼啊满出来啊。啊，因为今仔日呢是换大楼的时间，啊，所以呢，即马伫这边遮拢无看到啊，这个马路咯吼。啊，所以伫这边遮，甲辅助啊，甲咱清洁队的啊人员来看卖，啊，咱伫这边遮甲来临时设立一个啊这个联络站吼，在我们南店社区的办公室，咱一个李干事跟建设科的人会进驻在那边，让里民呢啊，假如不方便出门啊，需要三餐供应的话，还是啊有事情都可以到那边，还是打电话到那边，那我们公所的啊专业人员会协助他。我觉得这个马路已经都全部淹上来，然后隔壁条我刚刚从那里经过也都淹了，那我希望说能够成立一个。公所能够成立一个紧急的应变灾害措施，然后及时配合社区，能够通报所有的里民，然后让他们注意安全。排水沟的水满出来，无法度分辨道路甲水沟的界线，非常危险。公所也赶紧派人油漆封锁线，避免发生意外。另外，就按你的面体地势较低，水拢灌入去厝内。公所也紧急提供沙包，和民众使用。伊拢淹入去内底去啊！看他们连房间里面全都是那个，我们电器要垫高哦。以咱这边的像比起这个这个区块哦，是地势比较低，我而且这几年来讲哦，有经调节增加非常多。啊，加上咱阿爹家调节过程哦，伊即马就这强降雨哦，水拢排袂完，所以造成咱家常常咧淹水。啊，今仔日呢，过来会看这个伫咱消防队咯。啊，甲咱地政署所头前这条德美路吼，500几号这站吼，啊，这站呢，长期以来，只要若算是落雨呢，啊，遮甲拢有积水。啊，这间呢，啊，嘛有感谢咱彰化县政府呢，啊，伫这边叫编的预算吼，啊，伫咱下路干线啊，雨水下水啊，这个下水道工程吼，啊，这条若算做好呢，啊，改善咱伫这个河北里这附近所有的雨水吼，啊，咱排过下路。计卖大牌这边车，安尼就用来甲改善啦。河滨镇长林基林一透早也前往各淹水的地区勘灾，伊表示将会专速推动新辟雨水下水道工程，到时阵会当大幅改善堤坝路顶地区的淹水问题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河滨采访报道。